年前他着呢啲钱到，原来系罗君满啊！今个星期一，彭顺终于都现身啦！当然大批记者守住香港机场啦，结果彭顺就静静鸡转飞去北京，话有新戏开、啊。佢终于都开口讲呢啲丧父好惨啊！查实呢几个关系真系计都计唔清啊！至于 Lady 的情史就越爆越多，原来五年前仲挞着罗君满添啊！虽然分咗手之后冇联络，不过再见亦是朋友。罗君满仲开腔同我哋 face 讲埋一份，出声维护前度添啊！叫大家俾啲空间 Lady 啊！大家俾啲空间大家啦。有冇联络咧？如果你哋之间而家，我都吓、啊，我都冇。冇，系。有冇關？好，大家嗰時一齊發攝組係好開心嘅，係啊。有冇發過拖啊？咁我諗，我你嗰陣有冇發過拖？我哋好朋友嚟，好好朋友。咁即係依家有冇即係慰問翻佢？佢近排啲。我諗打俾温空間佢好啲咯。你有冇 WhatsApp 過佢啊？大家有冇？誒，我。你知唔知佢依家喺邊啊？我諗佢要嘅係空間時間。好啦，唔該你。仲早過彭顺同 Lady 挞着嘅罗君满，咁样撑前度，因住俾主播女友张文彩扭耳仔啊！